我堂弟死了，双手被绑在房梁上，穿着红色裙子，里面套了泳衣，泳衣还在湿漉漉往下滴水。警方通报说他是自杀的，可我知道他不是，下一个死的是我，我逃不掉。李柱死的前一天来找过我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巧克力，笑着递给我吃。我很惊讶，柱子，你这哪搞来的？李柱是我堂弟，也是个留守儿童，他爹妈都去了城里打工，平常就他一个人住在家里。我们两家就住隔壁，我妈时不时会去喊他来我家吃饭，他身上零花钱不多，肯定舍不得买这么贵的零食。给你吃。李柱笑笑，面容憨憨的。我不客气地接了，这种进口的巧克力，我只在有钱同学那儿看到过。我拨开金色的包装纸，刚把巧克力塞进嘴巴。李柱忽然面容狰狞，盯着我嘶吼，快跑。我吓一跳，巧克力卡在嗓子眼，费老大劲才吞下去。李柱却又恢复了正常，嘻嘻哈哈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跟婶娘说我晚上不来吃饭了。我那儿有包泡面，还有火腿肠呢。泡面是奢侈品，比我妈做的番薯稀饭好吃多了。我有些羡慕，不知道李柱从哪搞的这些东西。我点点头。你刚差点吓死我。李柱笑了笑，转身离开了。少年人说完后抹了把脸，又情绪低沉继续说下去。第二天我在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成了一具尸体。他双手与双脚都被绳子紧紧地捆着，以一个诡异的姿势吊在房梁上，身上穿着一件女士的泳衣，泳衣外头是一条鲜红的连衣裙，两脚赤裸垂着，脚踝中间还吊着一个秤砣。我吓坏了，尖叫一声跌坐到地上。李柱紧闭的双眼却忽然睁开了，瞳仁漆黑盯着我看。快跑。我惨叫一声，手忙脚乱地冲出门去。妈，柱子出事了，快点，柱子出事了，警察很快就来了。村民们围在屋子外议论纷纷。妈呀，这辈子都没见过这种死法，这柱子招惹了啥人哦？要我说，这感觉像邪术，正经人谁那样杀人？瞅你这话说的，正经人谁杀人？大家七嘴八舌，我妈哭着给我大伯打电话，大伯买了当天的火车票赶回家。大伯娘哭得在地上打滚，屋子里乱成一团，我看不了那个场面，自己一个人去了屋外。山村的夜晚格外寂静，月亮很圆，远处偶尔有虫鸣声传来。我一个人蹲在门口，抱着膝盖哭，哭了一会，忽然感觉很别扭，就是那种一直被人盯着看的别扭。我抹掉眼泪，抬起头，发现不远处的槐树下有一个人影站在那。谁在那？我喊了两嗓子，他一直站着，身形笼罩在影影绰绰的树影下，不动也不说话。我有点怕，转头跑进屋子里喊人。等我带着我妈大伯他们出来的时候，树下已经没人了。小远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大家都那么说，可我知道我没看错。今天白天是个大晴天，我站在槐树下，低头盯着地上一大滩水迹，很大一滩水，在月色下反着光，就像李柱自杀时候留下的那滩。少年人神情惊恐，缩着肩膀站在旁边，继续滔滔不绝。我知道是那个人杀了李柱，李柱一直叫我快跑，他肯定也会来杀我。乔姐，我逃不掉的。他捂住脸，面带绝望。我逃不掉的。我不耐烦地翻个白眼，伸手捏他耳朵。所以这就是你半夜三更跑到我房间来偷东西的原因啊！疼疼疼，松手，姐姐，呜呜呜，我这不是想着快死了吗？今天你们进村的时候，我看见你包里的零食了，我就想着我都要死了，临死前想吃顿好的。我叫乔墨雨，是南江大学的大一新生，也是当代唯一的地师传人。地师，古代又指风水先生。俗语有云，一等地师观星斗，二等风师寻水口，三等先生满地走。现在行走世间的大多都是普通的风水先生，能掌握观星望气之术的古代都在钦天监任职，效命于帝王家。我乔家祖上便是钦天监监正，也是失传的封门门主。前段时间李教授重庆老家的隔房侄孙子莫名其妙上吊死了，我应他的邀请来帮他看看。我们到李家村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就借住在死者李柱的大伯家。我和江浩言挤一个房间，我睡床，江浩言睡地板。李远这小子半夜摸到我们房间来偷东西，一脚踩在江浩言肚子上。我揪着他刚问了一句，结果他噼里啪啦说了那么一大串，只差没交代自己期末考试成绩了。我翻了白眼。好小子，你是懂解释的，比我还能编故事。李远急了。我没有，我说的全是真话。姐姐，求你不要告诉我妈，她要是知道我偷东西会打死我的。我眼珠一转，松开了手。警察的尸检结果，李柱是七号晚上死的，你刚才却说八号那天去叫他吃饭的时候，看见他睁开眼睛叫你跑了。对，我跟谁都没说过这件事。姐姐，我发誓我没有骗人。李远脸色惨白，一副惊魂未定的模样。我怀疑地看着他。就在这时，我忽然听见隔壁有声响发出，轻微的哐啷一声，像是椅子被碰倒在地发出的响声。我转头看向西面，那是谁的房间？李远脸更白了。隔壁是李柱家，我们两间房子贴一起盖的。我朝江浩言看了一眼，江浩言立刻拿起背包，一脸警觉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
我和江浩言翻出窗户，今晚月亮很圆，蒙着一团光晕，寂静的山村仿佛遮盖在一层灰影中，有一种朦胧的美感。我们猫着腰，矮身贴着墙壁走。李家村很穷，山上依旧是七八十年代的土坯房子，外头一层黄泥巴，看着破败不堪。我和江浩言刚走了几步，江浩言在我前面一脚踩进一个烂泥坑。江浩言直起身子，转头朝李柱家的窗户看了一眼，顿时倒吸一口冷气。江浩言抬起脚跳到旁边，一脸沉痛。我的限量款 AJ 啊，我还以为看见啥了。我生气地瞪他一眼，现在是计较这个的时候吗？一双破鞋子能值多少钱？等回去了我送你一双。江浩言最近太离谱了，孔雀开屏似的，格外爱打扮，衣服鞋子穷讲究，还往身上喷香水，不知道中什么邪。要不是想着要他付路上的开销，我才懒得带他来。我们这么一说话，屋子里瞬间没了动静。我趴在窗口上朝里看，今晚月色不错，照亮了窗沿一小片地方，在里头漆黑一片，什么都看不清。李柱家作为第一案发现场，之前被贴了封条，警察排除他杀嫌疑之后，封条就撕了。可是李柱爸妈不甘心，把房门上了锁，想着再托关系找其他人查一查。我双手撑在窗台上，往上一跳，利索地爬了进去。刚跳进屋子，脚下一滑，差点摔倒。我低头一看，只见窗沿旁边被月光照到的地方有一小滩水渍。奇怪，这几天都是大晴天，按理说房子锁了这么多天，即使之前有留下什么水痕，也早都该蒸发了。我从包里取出手电筒，打开朝屋子里扫了一圈。李柱家两间屋子格局和旁边李远家一样，左边一间砌着灶台，摆了餐桌。我们跳进来的这边应该算卧室和客厅，墙角摆着一张床，窗户旁边一张四方桌，几条凳子，其他地方乱七八糟堆了些杂物。三条长凳，有一条倒在地上，刚刚应该就是他发出的响声。我清了清嗓子，朗声道，看见你了，出来吧。喊了几声，屋子里寂静一片，只有山风吹过窗户发出的滴滴呜咽声。江浩言已经绕着屋子转了两圈。乔墨雨，里面没人。没人最好。我从包里拿出一块黄布铺在桌子上，又取出香炉开始摆法坛。李柱这件案子闹得沸沸扬扬，想知道真相最好的办法就是亲自问他。人死之后有一个中阴身阶段，如童子行，在阴间寻求生源，以七日为一期。说白了就是要在家等着投胎，七天之后没等到机会可以再续七日。这期间从头七到七七，家人们逢七就要烧纸祭祀，讨好鬼差，为死者争取投胎机会。等到第七个七日之后，亡魂才会彻底离开家中。现在距离李柱死亡不到一个月，连五七都还没过，他的魂魄大概率还游离在这附近。我摆好香炉，燃上三炷香，又在旁边竖起一面招魂幡，开始低声念咒。招阳魂和招阴魂是完全不同的，所谓招阳魂就是人还活着，只是丢了魂，有些小孩子魂魄不稳，受了惊吓也容易丢魂。这种招魂比较简单，民间许多村里老头老太太都会。招阴魂就不一样了，得上齐清玄、北阴、天齐并五斗，下发谍照请本地城隍。天星朗朗不玄机，正是瑶坛设照时，福命告下全曲府，亡魂来赴太皇旗，三声圣号离长夜，一举华幡彻地止。我脚踩不刚踏斗，绕着祭坛念咒，一场法事完毕，眼前阴风骤起，吹散了法坛上的黄纸。我瞪大眼睛，见鬼了。江浩言吓一跳，警惕地朝四周看了看，鬼在哪里？我没好气地瞪他一眼，在你背后。我费了这么大一番功夫，居然没有招来李柱的阴魂。李柱不来就算了，连孤魂野鬼都没有一个。香是上好的引魂香，用了沉香、檀香、松香、乳香、丁香、木香、藿香所制，小小的一只便要好几千块钱，对游魂是大补之物。别的不说，李柱死之前几天，村里刚死了个老太太，那老太太为何也不来吃我的引魂香？不应该呀，李家村连一个孤魂野鬼都没有。我摸着下巴沉思，江浩言小声提醒，他是不是已经去投胎了？我摇头，这种枉死的少年人投胎是排最后的，即使轮到他了，也要等七七那日最后见家人一面才去地府报道的。出现这种情况，只能是李柱的魂魄被人拘了，来不了。算了，明天先看看他死亡现场的照片再说吧。我熄灭引魂香，收起法坛，背着包准备从窗户上翻出去的时候，我脚步一顿，刚刚窗下那潭水迹此刻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一脚踩上干燥的泥地，地表甚至泛起了细微的浮尘。我蹲下身抹了把地面，发现这块地方还是和旁边的有所不同。门被锁上已经有段时间了，屋子里其他地上都落了一层薄薄的浅灰，这一滩水渍的地方却要干净不少。江浩言显然也发现了，轻咦一声，这水蒸发的还真快啊。我心头闪过一丝疑虑，却没有什么头绪，只能作罢，和江浩言翻出窗外掩盖好痕迹。回到李远家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在我们房里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李柱的父亲就赶了回来，人还没进屋就听见他的大嗓门，大师在哪里？大师，救救我的儿子啊！我刚站起身，就看见一道人影扑到了江浩言面前，扑通一声跪下。这么年轻的大师，大师，你是我二叔叫来的，我知道你是个有本事的人。
村里人都说我儿子被什么邪修害了，连魂魄都不能安生，求你帮帮他呀。四五十岁的大叔，头发已经半白，饱经风霜的脸上老泪纵横，看得人怪心酸的。江浩言手忙脚乱地把人扶起来。叔叔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大师，乔墨雨才是。李柱爸爸震惊地看着我。女道士，这不能吧。我摆摆手。这不重要，你把李柱死时候的照片给我看看，顺便把他的八字告诉我。李柱爸将信将疑，抹了把眼泪，从包里掏出一卷资料来。这是那个秤砣，这么大的秤砣就挂在我牙的脚上，脚踝被绳子勒那么深一条痕迹。这是照片，你看看这绳子绑的，给我一个小时我都没法把人捆成这样，还得吊房子上。他们还说这是自杀，我死都不信，谁能这样把自己吊起来。我还没看照片，光是看见那个秤砣就大吃一惊。咦，这不是秤砣呀，这是坠魂砣。秤砣样式普通，铁制的，中间刻着一个数字一，我把秤砣翻过来，横面向上已变成了一，这才是坠魂砣正确的摆法。一气化三清，三魂归一处，一在道教中代表着元气和聚拢之意。我翻过李柱的照片，果然他额头有几个细小的针眼，身上绑着的绳子也非同一般。结是锁魂结，针是分魄针，秤砣是坠魂砣。有人制住了他，先是以锁魂结封锁魂魄，而后用分魄针刺入印堂、鱼腰和百会穴，把人的魂魄和躯体分开，再由坠魂砣把三魂七魄收拢到一处，自绞心引出。这种生包魂魄的方法罪大恶极，为天道所不容。人有三魂七魄，三魂一为天魂，二为地魂，三为命魂。其中天魂和地魂并不常在人体，而是时常飘散在外。有时候你去了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，却感觉格外的熟悉，这就是你天魂或者地魂来过的地方。正常人哪怕死了，天魂和地魂也并不会立马回归，魂魄总是不完整的。这人倒是个高手，用五行引魂阵引回天地两魂，再强行包魂。我略嫌恶地皱起眉头。五行引魂阵是个特殊的阵法，以五行为基础，再用特殊的法器激发李柱身上的气息，又使天地两魂回归。李柱身上穿着泳衣，又有红色连衣裙，玄鱼木梁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，那人用阵法引回天地两魂后，李柱三魂七魄完整，他才开始包魂。李柱他爸听得目瞪口呆。我牙儿死得冤啊，到底是什么天杀的这样狠心，乔大师你一定要帮帮我们啊。李柱八字纯阴，完整的阴魂用处极大，许多写法上都有记载，只不过这些法术泯灭人性，大部分早就已经失传，现在能知道这些写法的门派屈指可数。你放心，这种邪修你不说我也要修理他们，我身为帝师清理门户责无旁贷。乔墨雨，我感觉不对劲。我和江浩言在村子里遛弯，到没人的地方，他转头看了一眼跟我说悄悄话，李柱的生魂被包走了，那为什么第二天他尸体掉在梁上，李远还听见了他说快跑。我点点头，小伙子现在很敏锐呀，要么李远在撒谎，要么那个时候有另外的魂魄上了李柱的身。李柱身体被抽了魂，无主之物，什么孤魂野鬼都能跑来上一下，若是其他魂魄跑来吓唬捉弄一下李远也不奇怪。奇怪的是为什么现在村子里反而一个孤魂都没有呢。我们走到村尾，这里有座孤零零的老房子，一个老头坐在门口抽烟，太阳很大，他眯着眼睛看我们，额头的皱纹沟壑一般。小姑娘，李远的孩子的话不能信啊。江浩言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递给老大爷，看着包装壳上中华两个字，大爷眼睛一亮，不客气的整包接了过来揣进袖子里。李远的娃是个坏种。大爷歪着头吐了口唾沫，脸上闪过一抹嫌弃的神色。这孩子和柱子可不一样，柱子打小老实，一直被李远欺负。李远他妈有啥活让李远干，他一贯偷奸耍滑，最后活都让柱子干了，还哄柱子的零花钱用。他说的话你们可千万不能信。大爷滔滔不绝说了一堆李远的坏话，从小坑蒙拐骗，好吃懒做。我们刚到的第一个晚上他就敢摸进我房里偷东西，感觉倒是能对得上。我们在村子里绕了一圈，江浩言熟门熟路的递烟套话，无一例外的大家提起李远，十句里没有一句好话。李远为什么要骗人呢？他说那些巧克力泡面意思是另外有人给李柱钱了，包括最后那个站在树下的人影，他是要引我们往这个方向查。江浩言摸着下巴沉思。元芳你怎么看？看什么看，我们是来抓鬼的，又不是来破案的。我瞪了江浩言一眼。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？长能耐了呀。冤枉啊，你啥时候见过我抽烟？我来之前特意去店里买的，想着到时候村里要找人问话了解情况。江浩言委屈巴巴地看了我一眼，刘海被风吹得微微翘起，像条乖顺的大狗。咦，这小子虽然家境好，还挺懂人情世故的，没有富二代那种高高在上的派头，做徒弟加一分。李家村不大，我和江浩言没花多久就把基本情况都了解了个遍。我和他回到李远家附近，站在老房子对面一棵大树下。李远当初就是在这棵树下看见了另外一个人影。树是棵普通的槐树，农村里随处可见，不过这树有些年份了，圆形的枝盖几乎有半间屋子那么大。
树干粗壮，我伸手摸上凹凹凸凸的树皮，却震惊地发现了一件绝不属于这里的东西。我用指甲抠了抠，从树干的缝隙里刮出一小片黄色的纸张。这是祭祀用的黄纸，在古代，人们认黄纸为黄金，祭拜用黄纸就是代替黄金之意。可那只是民间的说法，在道学里，黄色象征五行中的土，以黄纸做媒介，才能直通地府，死者才能收到阳间的祭祀。我把那一小片黄纸捏在手中，对着太阳光线照，强烈的日光将黄纸照成了半透明，透过光线，能看见其中均匀地分布着一颗一颗白色的杂质。这是大米，用米碾碎成粉粒，混在黄纸中，祭祀的时候能给阴魂吃口饱饭。讲究人啊，能生产这种黄纸的，满重庆找不出第二家。现在大部分黄纸都是普通的竹浆纸，能知道往里头加大米的，只有朱家白事铺。朱家铺子开在大西沟，看铺子的叫朱能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师傅带我来他店里玩过一趟。十几年过去，朱能看着仿佛没有太大变化，白白胖胖的，眼角的皱纹松弛的耷拉下来，正闭着眼睛趴在柜台上睡觉。我把雷击木令牌拍在桌子上，老板，问你个事儿。他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嘴角还挂着口水。要啥自己拿，扫码支付。再不睁开眼睛，我拿雷劈你了。哪里来的小丫头片子，敢跑你朱大爷这？朱能睁开眼睛，看着眼前的令牌发呆，他死死盯着令牌，又抬头看了看我，片刻后从座位上蹦了起来。呀，瞧，乔墨雨，你当门主了呀？你师父死了？恭喜你呀。我沉默了，多年不见，朱伯伯还是这么会聊天。朱能挠了挠头，哪里哪里，我也就是那个情商高，书看得多。哈哈，我把黄纸递给他看，问他最近有哪些客人从他这买过东西。因为黄纸里头掺杂了白米，造价比普通的高很多，基本不会有普通百姓来买。光顾朱家铺子的，要么就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狗大户，要么就是道门中人。朱能打开旁边的电脑查了一通，拍手道，巧了，这个月生意不好，没有普通的散客光顾。最近的一笔大单就是给鬼市宫的黄表纸。江浩言瞪大眼睛，鬼市是什么？重庆中兴路的熊猫公馆有一个著名的鬼市，凌晨开市，天亮收摊，一周一次，卖些小文玩摆件杂货。相传是明末清初社会动荡，有些富人怕丢脸，就半夜出来变卖家产。也有说最早是盗墓贼交易贼赃的地方，卖货人会点上一盏小小的油灯，把灯芯捻得很细，在黑暗中散发出微弱的光芒，远远望去，在漆黑的夜里犹如鬼火一般，所以很多人把这样的地方称之为鬼市。可这不过是以讹传讹，给真正的鬼市打掩护。因为真实的鬼市卖的都是鬼物，摆摊的可能是人，也可能是鬼，而且每个月交易地点都不一样，没有熟人引路，根本找不着门路进去。鬼市一巡一开，开市之时先派人在整条路上通撒黄纸，其后每隔一个时辰都会再撒一遍黄纸。李远看见的那个人身上沾染的黄纸就是这么来的。朱能给我热情地介绍鬼市的地址，你先打车到这里的八楼，然后爬楼梯上去就是巷尾街的一楼了，在右手边拐条巷子就到。说的都是普通话，连起来却让人听不懂。果然江浩言一脸迷茫，你说错了吧，车还能直接开到八楼，82楼上去为什么又是一楼？朱能一摆手，这里是重庆啊小伙子，哎，跟你也说不清楚，算了算了，我带你们去吧。鬼市子时才开，朱能热情地带着我们去吃晚饭，看着满满一桌子红彤彤的菜，我伸手阻止了江浩言，你忘记上回在四川古墓里的事了？保护我方菊花，晚上有要事要办，可不能把时间浪费在上厕所上。我和江浩言强忍着口水吃了些清淡的蔬菜，终于熬到十点多，朱能带我们打车到了生莲巷，攀登过一道长长的阶梯，又拐了几个弯之后，出现在眼前的赫然是一座桥洞。我的空间概念已经彻底乱了。江浩言震惊道，这桥是修在天上吗？朱能低咳一声，乔门主，鬼市的规矩你们都知道，我就不进去了，有事明天电话联系。还没等我说话，他已经搓了搓手臂，一路小跑消失在巷子拐角处。我转头看向桥洞，现在差不多快到子时了，洞口升起一层浓浓的雾气，把桥洞里的景象遮盖得严严实实。偶尔有一阵阴风扫过，卷起路旁的树叶，路过的行人立马低头疾走。这地方真是冷得瘆人。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黄纸，拔了一根我和江浩言的头发卷进纸里，随手一抖，纸张燃烧起来。我松开手，燃烧的黄纸打着旋慢慢升空。进去吧，这是鬼市的规矩，防止生人误入。我和江浩言的头发以黄纸为媒介送到里头。里面的阴魂见了，知道我们两个是来交易的，就不会为难我们。如果是不懂规矩的陌生人闯进桥洞，只会遇见鬼打墙或者被鬼吓跑。穿过那层浓雾，我在原地站了一会。桥洞是普通的桥洞，不过格外深邃，目测有几十米深，两旁沿着洞壁已经零零散散摆了些摊子。有些摊子后面坐着人，有些摊子是空的，只有一盏昏黄的油灯放在角落里。我带着江浩言略逛了一圈，一边小声叮嘱他，不要朝任何人的脸上看，只盯着自己眼前地面就行。鬼市的摊位是有定数的，
有修道之人卖些丹药符纸，也有些死了多年的阴魂轮不上投胎，在凡间飘荡久了会探听到一些隐秘的消息，到这儿来贩卖，跟活人交一些纸钱银元。我看了一会，心中有了定数。我走到一处空地前，这儿没有布摊，只有一张黄纸摊在地上，用一块砖头压着，这便是阴魂贩卖消息的摊子了。摆摊的是个老鬼，一身破衣烂衫，瘦得跟个骷髅头似的，一看就是没人给烧纸钱。也不知道轮了多久才轮到这次出摊机会，没有一个人经过，他都会伸长脖子冲人家笑着点头。我走到他摊前蹲下来，一个月的引魂香，12个时辰不断，跟你打听个事。老鬼猛地瞪大眼睛，大老板，我叫老葛，有什么话尽管吩咐。这段时间有没有人在这卖阴魂的？老葛瞳孔骤然一缩，浑身都抖了一下，引得周围的雾气波纹似的震动。老板你开玩笑了，鬼市都是有道爷监管的，谁敢拿到这里来卖，那不是找死吗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监管早就睁只眼闭只眼，要都这么听话，怎么还有邪修敢包魂呢？我冷笑一声，盯着他的脸。最近谁打听过死地的事？李柱的额头被扎了分魄针，用于分离魂魄。分魄针只是普通的银针，随处可买，但是用法却不一般。在使用之前，要找一块刚死过人的土地，那人还必须是意外横死，把针插入泥土三日，吸收阴气之后，才是真正的分魄针。一般想知道这种地方，要么去公安局查消息，要么就得来鬼市打听。那人身上沾染符纸，显然是个经常逛鬼市的。果然，老葛的脸色又变了，他佝偻着肩膀，朝左右小心翼翼地看了一圈，这才讨好道：“老板，我真不知道这个事儿，你别逼我了。”一边说，一边把地上那张黄纸往回一抽，塞到袖子里，竟然提早收摊跑了。我和江浩言对视一眼，立刻追在后面。老鬼离了鬼市，却跑得不紧不慢，倒像故意引着我们似的。我们跟着他爬了一堆楼梯，七弯八拐，来到了一个公安局门口。他才把黄纸往我手里匆匆一塞，小声道：“那人是鬼城的，我得罪不起，你们可别说是我说的呀。”说完扭头又跑，这次跑得倒比之前快多了，没多久就化成一阵雾，散在风里。我掏出手机一看，时间已经到了凌晨两点。和江浩言在市区找了个宾馆，随便对付一晚。第二天，我带着那张黄纸回到了朱家铺子。引魂香连烧一个月，多少钱？我一脸心痛，朱囊嘿嘿一笑，接过我手中的黄纸。看来门主谈了笔大买卖啊！我们朱家引魂香一柱2800，能烧六个小时，一天11200，一个月336000，看在你的份上抹个零，就收你300000吧。朱能取了黄纸，走到旁边翻出一个小香炉，把黄纸压下头，燃上一柱引魂香。这张黄纸上带了老葛的气息，燃的香只能供给他，不至于被路过的孤魂野鬼抢了。我叫江浩言刷了卡，走到旁边的沙发上坐了，有些惆怅的叹口气，真不想跟鬼城的人打交道啊。重庆丰都鬼城，隋朝旧名丰丰都，距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。在道学中，真正的鬼城叫丰都，也是阴曹地府所在，自然不会在凡间。两个城市名称读音一样，就有人以讹传讹，把如今的丰都当成了道教中的鬼城。丰都有许多神神鬼鬼的事件，和鬼城传说对得上。这都是因为它虽然不是鬼城，却是进鬼城的入口之一。朱能一手撑在柜台上，努力瞪大眯缝眼。稀奇，我在重庆待了这么久，这说法倒是第一次听到。你刚才说入口之一，难道进阴曹地府还有其他入口？我点点头。除了丰都，还有一个入口在泰山，那才是真正的丰都入口，重庆这个不过是个小口子而已，就像正大门和侧门的区别。山海经内记载，北海之内有幽都，东汉一块墓碑上更是直接刻录了生属长安，死归泰山。古代帝王都要去泰山祭天，不只是祭天，实则上告天庭，下通幽冥，向整个世界宣告自己的帝王之位。朱能听得啧舌，一边摇头晃脑，一边指了指江浩言，听听听听，你们大学生懂个什么，只会死读书没用，像我们乔门主这样的才是真正有文化。现在的大学生真是要知识没知识，要体能没体能，要我说国家就不应该搞那么多大学，早点去打工最实际。我沉默了。实不相瞒，我也是大学生。朱能立马露出讨好的笑容。门主真有出息啊，法力高强，还能读大学，你念的一定是名校吧？不像这个小江读的什么南江大学，这种野鸡学校听都没有听过。江浩言扑哧一笑。朱老板，我们两个是同学，我和乔墨雨一个班的。朱能是会聊天的，短短几分钟天聊死了好几次。我和江浩言离开朱家铺子，依旧回了昨天那间宾馆，打算等天黑之后再去鬼城打探消息。刚进房间，我就感觉到不对劲。我们住的是解放碑附近的丽晶酒店，这间酒店以服务好闻名，出门前明明已经叫了服务员收拾房间，可现在落地窗旁边的茶几上茶壶翻倒，地面上一大滩水迹。江浩言看得皱眉，怎么回事？我去叫服务员来收拾一下。我摇头，算了算了，我们睡个午觉就出门，现在天气热，开个窗一会就干了。我往床上一躺，双手枕着脑袋看着天花板发呆。过完这个暑假我就要读大二了，大一还只是些基础课程，
大二就多了很多专业课，无论是难度还是学习时间都提高了一个级别，我可不能再这样摆烂了。我叹口气，当初年少无知，选了个财务管理专业，还以为能给自己理理财，管管几千万的资产。没想到啊，我忘记千不留一的规矩了，辛辛苦苦搞钱到现在，也才攒了58763元。这么点钱，连好点的道具都不够买，真是闻者伤心，见者落泪啊。乔墨雨，我刚搜了下，现在的鬼城就是个旅游景点啊，我们待会去丰都吗？我点头，又摇头。三峡大坝蓄水以后，原来的丰都县被淹了大半，现在山上那个就给游客观光的，真正的入口在长江里。我好困，你别说话了，我们休息一个小时就出发。江浩言，行，你睡吧，我去洗个澡。洗洗洗，摊金莲吗？一天洗三次澡。我撇撇嘴，转了个身。早上起得太早，夏日的午后格外容易犯困。我侧身朝落地窗的方向躺着，眼皮沉沉，半梦半醒间感觉地上那滩水迹好像动了一下。白色的纱帘是拉着的，亮白色的光线仿佛蒙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，让人有些眼花。我闭上眼睛，心头却猛地一个机灵，瞌睡虫瞬间跑了个精光。我缓缓将眼睛睁开一条缝隙，诡异的一幕出现了，地上那滩水慢慢的往上凸起，就好像空气中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把那滩水捏了起来，先是面团似的一团，渐渐的有了四肢的形状，最后一个透明的头颅从身体中钻了出来。水人站在原地摇头晃脑，摆动四肢。我抿着唇，所有的事情都在脑中串了起来。李远没有撒谎，他那天看见的那个人就是这个水人，包括在他们追过去时，水人也没有离开，而是化成了一滩水，就留在树下观察他们。我和江浩言进李柱家，在窗子下看见的那滩水也是他，甚至李柱死的时候，水人就留在现场欣赏他被吊着的尸体，兴奋地听村民和警察围着李柱议论。水人朝我缓缓地靠过来，张开双手作势要朝我脖子上掐，我闭着眼睛感觉到一股江面的水腥气。就在他靠到我床边时，我猛地张开眼睛坐起身，愤怒地盯着他看。水人吓一跳，保持着双手张开的姿势一动不动地看着我。草你妈，死变态。我抽出枕头往他身上用力砸去，然后就是滚到床下，扑到柜子旁边拿包，枕头砸中水人，然后从他身体中间穿了过去，湿哒哒地掉落在地。我从包里抽出七星剑，低声念了个咒语朝水人一捅。令人震惊的是，七星剑居然也穿过了水人的身体，在收回来时他毫发无伤，七星剑的铜钱上沾满了水痕。水人看向我的眼神中满是不屑，然后伸出手死死地掐住了我的脖子。他力气很大，我一时间难以挣脱。这下麻烦了，这玩意儿居然这么难对付。我被掐得喘不上气，抬起膝盖对着他裆部用力一下，还是没反应，我膝盖裤腿湿了一大坨。我更气了，你个死太监，我跟你拼了。我脖子被掐着，双手左右开弓用力抽打他，一挥手摔碎了斗柜上的花瓶，哐啷一声脆响，下一秒洗手间的门猛地打开，江浩言一脸焦急地冲了出来。乔墨雨，怎么了？江浩言没穿衣服也没穿裤子，精瘦的身躯上挂着莹莹的水珠，头发湿透向后捋着，更显得眉骨利落，带着少年人特有的锐气。他看见掐着我的水人大吃一惊，眼神中闪过几丝惊恐，却依旧不管不顾地扑了过来，一把将他从我身上扯了下去。江浩言和水人缠斗在一起，我愣在原地看了十秒钟，好一会才反应过来，又忙从包里拿出另一样法器。这是一面黄色的令旗，三角形，镶以齿状红边，旗子上书赤照万神四字。我握着令旗低声念咒，过一会眼前的空气中有一道气流出现，气流绕成一个旋，看着黄蒙蒙的，中间带着细小的浮尘，漩涡越转越快，空气中所有的灰尘都朝这个方向涌了过来，绕着气流旋成一个小球。我把小球握在手里，朝水人用力砸去。这一次小球终于砸中了水人，我看见他肩部的位置猛地凹陷了一块，周围的水都染成黄色。趁他病要他命，我忙握紧寻龙尺扑过去，想给他再来一下。水人原本把江浩言压在地上，我这一扑没想到水人居然消失了，我直接扑坐在江浩言身上，眼睁睁看着水人又重新变作一团水的形状，从门缝里钻了出去，留下一小半痕迹在屋里。哼，算你识相，跑得倒快，料你修行不易，要是等我拿出息壤，今天就把你当场葬在这。话音刚落，门缝下的那滩水刷的一下抽了出去，门口的地毯瞬间一干二净。我松口气，丢下寻龙尺，用手揉了揉脖子。好家伙，这给我掐的，我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这种亏，我跟这东西没完。嘿嘿，乔墨雨，你能不能先起来一下？江浩言躺在地上侧着头不敢看我，脸红得发紫。我又盯着他的腹肌看了两眼，安慰地拍了拍。嗨，没事没事，我们江湖儿女皮相枯骨又有什么区别，不要在意这种细节。我站起身，江浩言忙双手一撑坐起来，然后手忙脚乱地跑到洗手间去穿衣服了。乔墨雨，刚才那个水人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你说的息壤又是啥？穿好衣服，江浩言别别扭扭地坐在床上玩弄一角被单，脸颊依旧通红，像个害羞的小媳妇。
我把黄色令旗收回包里，神情严肃。如果我没猜错，那是一只魍魉。魑魅魍魉，魑是山怪，魅是善幻化迷惑人的精魄，而魍魉便专指水怪。它生于川泽之中，也有传说最厉害的魍魉来自弱水。鬼城的入口就在长江底下，长江历史悠久，生出几只魍魉不奇怪。可怪的是，这种稀有的精怪既然在鬼城附近诞生，肯定一早便纳入鬼城的管辖范围，怎么还敢犯下这种包魂的大罪？至于熙壤，就是传说中可以无限生长膨胀的土壤，相传大禹治水就是用的熙壤。土能克水，所有水怪碰上熙壤都是个死。不过那东西就是个传说，谁都没见过。玄门里用来克制水怪的法宝，取自昆仑黄土，经过精心炼制，我们也管它叫熙壤。这东西太罕见，平常不会有人背着，我师父倒是有留一份给我，但是这趟出门我没想到会遇见魍魉，压根没带。熙壤就装在一个平平无奇的面霜盒子里，藏在我寝室柜子里，我叫江浩言派人去拿了，加急快递过来，用顺丰两天就能到。他以为我带了熙壤，不敢对我们动手，今晚先去鬼城探探他的底。鬼城的入口在长江附近，平平无奇的一段公路，沿江有一排台阶向下。天黑之后，我去旁边快餐店买了一碗米饭，拿上两个瓷碗放在江边，每个碗里装了小半碗饭，我点上三炷香，低头念咒，念完咒语静静等待香烧完，然后把香灰拌在饭里吃掉。这种饭是祭祀鬼魂的，人吃完以后短暂的会有阴气，能顺利进入地府入口。江浩言吃的皱眉，真难吃。吃完饭，我收拾好碗筷，带着江浩言逐级而下。走到水面处时，眼前忽然出现一大团浓雾，包裹住我和江浩言。等我再睁开眼睛时，已经来到了一处完全不同的地方。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巨大的牌坊，木质的牌坊无边无际，巍峨耸立，最上面写着风都两个大字，笔迹苍劲，带着一种古朴令人心悸的力量。牌坊下有一座石雕，我拉着江浩言走过去。生人勿入。石雕发出一声低吼，我忙退了一步，恭敬道，敢问上官，这里附近可以治魍魉？石雕沉默了一阵，你是这一任封门门主，打听魍魉做什么？他包了人间的生魂，罪大恶极，我要向地府举报他。石雕，包生魂可有证据？我忙点头，有的，李家村名叫李柱的小男孩，你们一查便知，他人已经死了，却无魂无魄，也没来地府报道。石雕说这些没用，你把李柱的躯体带来我看看。我大吃一惊，无魂之体重若千斤，怎么可能进得来地府？石雕，那就是你的事了，不把他尸体带来，空口无凭，怎么说人包魂？我急了，怎么是空口无凭呢？要不你跟我去外面看看。石雕，胡闹，我奉命在此镇守丰都入口，怎能擅离职守？尔等生魂不得在此停留。说完一阵气流旋出，我在睁开眼睛时已经又站在江边了。我气得跺脚，他妈的，这些官僚主义，活人死人都一样。我要继续往河里跳，后面一个大爷已经冲上来，一个箭步扯住我的胳膊。小姑娘，千万别想不开呀，为个男人不值得的，大爷把我孙子介绍给你。被大爷胡搅蛮缠半小时，江浩言还挨了一顿骂。渐渐的，旁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我们无奈只能趁乱坐车离开了这里。在酒店等了两天，熙壤快递到了，我收好东西，带着江浩言继续去鬼市寻找这个水人。鬼市一巡才办一次，我们蹲守两次，在重庆耗了一个月时间，却都没有再见到他。这期间，李柱爸妈也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他们扛不住压力，打算把李柱火化了安葬，总要叫孩子入土为安才好。李柱下葬那天，我和江浩言回了一趟李家村。天下着毛毛细雨，李远站在送葬的队伍里抹眼泪，这孩子虽然爱坑蒙拐骗，看来对这个堂弟的感情倒是深厚。我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这一拍就发现了不对劲。天空下着小雨，李远的衣服被淋湿了，别人只是衣服上有星星点点的雨水，可那衣服却入手滑腻，上面好像浮着一层水。李远果然面色大变，拔腿就跑，我和江浩言也冲出人群跟在他后面。李柱葬在山上，我们逆着人群一路往山下横冲直撞，跑到一个小土坡时，江浩言一个飞扑把李柱狠狠扑倒在地，与此同时，很大一团水痕从李柱肩头飞出，融进雨水里面。妈的，还敢来，这个死变态。魍魉这种水怪奇性之邪，他喜欢看人伤心落泪，喜欢看人痛苦不堪，饱受折磨。他会在人流泪时吞吃人的泪水，用来壮大自己的躯体，越是痛苦折磨的眼泪对他越是大补。但是魍魉杀人痕迹太明显，一定会被阴差发现，何况他水形的躯体也做不了很多事情，像李柱那种又是阵法又是包魂的，必然是另外的人做的。我记起五面黄色令旗，布了个简单的昆土阵法，又从包里拿出那罐熙壤。下雨天天然对魍魉有利，我和江浩言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终于将他制服。我把魍魉收在罐子里，他此刻已经变成了一滴硕大的水珠，在黄色的泥土上滚动。帝师大人饶命。呵，居然修炼到会说话了，说说谁让你害李柱的。魍魉已经吓坏了，一股脑的把事情和盘托出。
原来两个月之前，重庆来了一个邪修，他去鬼市买消息，探听到了李柱的生辰八字。王两最爱逛鬼市，看见他打探消息，就悄悄跟了上去，想蹭个便宜。邪修杀人包魂，王两就在现场，他甚至还钻进李柱的身体，让他喊快跑，吓唬李远。王两发现我和江浩言在追查邪修，怕我们搅乱他的好事，就显形出来吓唬我们，想把我们吓跑。那个邪修在哪里？带我们去见他，不然立马用细壤把你埋了。王两说了个地址，我冷哼一声，正要把罐子收进包里，忽然阴风四起，眼前出现了一个鬼兵。拿来。鬼兵一句废话没有，我叹口气，打开盖子一扬，那一滴水消散在天地间。江浩言诧异道，乔墨雨，他这么坏，你怎么把他放了？哎，你没看过西游记吗？有后台的妖怪都是被接走的。那个老鬼为什么让我们去鬼城找人？说明他知道这个王两和鬼城的关系。至于具体是啥关系，就不是我们能追究的了。我意兴阑珊地收拾好东西，带着江浩言离开了李家村。王亮给我们的地址就在大溪沟，离朱家白事铺不远。照旧攀登了几十级石梯，我敲开一间陈旧的木门。谁啊？我草，乔墨雨。开门的是个留着寸头的年轻人，看见我立马面色大变。我怒道，是你？好啊，童福生派你来的。这小伙子名叫阿宽，上次在新疆魔鬼城跟在童威后面，童威被蛇吃了，他倒没事，居然从那一场沙暴中死里逃生了。当时我一掏出雷击木，所有的蛇都刚好退走去救鬼母。阿宽以为是我使用法术造成的，早就吓破了胆，对我一直有心理阴影。见我和江浩言出现，他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，转头朝后大喊一声，童哥快跑。靠，我法事都没做完。童哥又是谁？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屋子里已经冲出一个皮肤黝黑的年轻人，穿着连帽衫，把帽子往头上一盖，和阿宽两个分头就跑。我没有追，这伙人穷凶极恶，还可能带枪，我不敢跟他们正面对上，也就只能吓唬一下。我和江浩言走进房里，大白天的，屋子里也拉着窗帘，外面是客厅，茶几上摆着一些外卖盒子，还有几罐啤酒。我走到里间，倒吸一口冷气，地上点着蜡烛，排列成一个五芒星的形状，正是我之前背上长的那颗。而在五芒星的中间，有一缕白色的魂魄。李柱面无表情地站在那，眼神空洞，仿佛没有任何生机。墙壁上用鲜血乱七八糟画着许多诡异的字符，完全看不出这是什么阵法。我心头一跳，感觉童福生似乎跟神秘的蚩尤部落扯上了什么联系，这是我最不愿意看见的。李柱的生魂受了很大伤害，我养了足足一个礼拜时间，他才恢复了一些神智。我把他带回李家村，他父母已经又出去打工了，失去一个儿子，仿佛只是在他们平凡麻木的生活中画下了一个逗号。逗号之后，生活要继续，人活着要吃饭，要赚钱，穷人连纯粹悲伤的时间都是奢侈的。你想再见他们一面吗？我给你想想办法。李柱却摇头，不用了，我一年才见他们几次，也没那么想他们，早都习惯了。沉默了很久，李柱又问道，人活着都那么累吗？下辈子有点不想当人了。我看了眼江浩言，又看了眼李柱，没说话。不是的，李柱，大部分人活着累，是因为有人把你们该享的福都享了。这个社会历来如此，有阶层，有剥削，有人在负重前行，有人出生就拥有一切。李柱显然没明白，他呆呆地站了会，跟着鬼差离开了。这件案子已经定性为自杀，童福生的人又早就跑了，这些邪术也不能当证据。我们没办法，和李柱父母沟通后，我和江浩言也很快回了南疆。回到南疆之后，我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准备。既然童福生他们搞这一套，残害无辜人命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打算从被动防守到主动出击，让他们见见什么才是地势的力量。而这又是下一个故事了。我和江浩言回到南疆，立马去找了李教授。教授，你看事情都解决了，那个补考的重点资料。李教授冷哼一声，解决什么东西？不还是自杀？我就知道这时间一久，他们不认也得认下，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，能耽误得起多大功夫？他伸手摘下眼镜，有些伤感地搓了搓眼睛，然后无情地把怒气撒到我们身上。不好好学习，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还敢要资料？乔墨雨，我跟你说，什么都没有读书重要，你和江浩言不一样，你家境普通，有什么资本挂科？李教授不肯给资料，江浩言又只会算了算了。废话，脑子被雷劈了两下的可不是你呀，你当然算了。于是我布个阵法，连续两天都让李柱托梦给李教授，说感谢我们救了他的生魂。第三天，李教授走到我面前，冷冷地甩下一沓资料，好好看书，以后不能再挂科了。我不是信什么封建迷信，是看在你这孩子学习还算认真的份上。我抱紧资料，点头如捣蒜，谢谢教授，我保证再也不挂科了。